少錢嘅。咁我賣幾錢咧？我賣338蚊，338蚊一定有競爭性嘅啦。生意我哋最中意做生意。我而家今日呢幾日我要買雪櫃啊。頭先人話要500蚊喎。係啊，出邊係咁樣啊。有時賣400幾500蚊，我都話我屌你，我瀨湖內海嘅蚝，嗱呢一隻蚝咧，好多網友喂出邊有得買得賣幾錢幾錢嗰啲，嗱第一人哋嘅嘢我唔會理，嗯，第二我係賣高級嗰只，一般嚟講係冇嗰只貨嘅，嗯，如果嗰只如果我賣平嗰只，我諗我係299到嘅啫，嗯，因為有隻平啲嘅，咁點解我咁耐之後咧，我先嗱攞呢只貨嚟做咧，係因為其實要我要解釋咗一樣嘢，因為嗰個審個時間啊。嗱，譬如我聽日 cut 單，我就通知日本。嗯，日本咧就星期五先會採蚝、摘蚝，擺落個兜度。嗯，就星期五晚即刻上機，用凍櫃。呢啲全部因為而家技術以前唔得嘅。嗯，個機一落嚟，我又凍車，喺星期六嘅凌晨可能三四點就到，然後佢就直接喺機場送嚟我呢度，我就俾埋個密碼個運輸，佢就直接擺落雪櫃。係。是軟櫃不是硬櫃，即是上面即是下面那格，即是不是冰格。嗯。咁然後你哋拎到翻去咧，我哋建議咧。